上午看了一上午的工作，也投了几个简历吧，没有太大的收获。现在已经中午了，准备去菜市场买点菜，中午我做个面条吃一下。来菜市场研究研究，看看有什么好吃的。菜市场院内有淄博烧烤，院内有早点。这大中午的卖菜的都收摊了，凉皮凉面，老板怎么没在这呀？临时的小菜市场，早上来买菜就好了，这会儿也太热了。鸡蛋怎么卖啊？5块。5块？这鸡蛋都一样吗？不一样，那这个是五块的是吧？白的是柴鸡蛋，白的是柴鸡蛋，行。6个吧。想来买点肉呢，这卖肉的都已经收摊了，那就来买点菜吧。哎，这不是菠菜吗？菠菜吧。给，把这个装起来吧。再要2个西红柿，能给我弄一点吗？有散的，有散的，喂了。哦，你不帮我拿一点吧？这个是1.4块，2.3块，3.7块了啊，3.7块，2块6块。那小西瓜怎么卖啊？2块钱一斤。对，正宗的吉林瓜，甜甜的。看个个都保鲜，这都是摘瓜的师傅的。我看一下这个瓜，那个底下，我看。行、这个、行，就要这个吧。好。8块2毛钱，给8块吧。8块是吧？好。今天买的这个菠菜和茴香有点蔫儿，在水里泡一下。洗好的茴香切成段儿，菠菜也切成段儿。水烧开了，把菠菜搞进去焯一下水。把这个茴香也搞进来，焯一下水。焯水1分钟，关火，把这个菜捞出来。做面条哪能不加番茄呢？切个番茄吧。起锅烧油，搞个鸡蛋进去，直接加入番茄，来点盐，不用加盐了，今天直接放酱，这个酱我看在这放好几天了，一直也没吃，搞点酱。哦，我忘了，我买了铲子了。我也是有铲子的人了。水烧开了，准备下面，挂面搞进来。挂面煮好了，过一下凉水。香喷喷的挂面煮好啦，把刚才炒好的这个番茄鸡蛋搞里头，
拌一下这个面条。再把刚才这个焯好水的这个菜搞了以后，兄弟们开饭喽，开饭喽！看看今天这一盆面条，先尝尝够不够咸。嗯，可以，黄豆酱的香味，把这个菜也拌进来。菠菜没有去根儿，因为听说这个菠菜营养全在根里。少点东西，忘了放香油了，我有香油，滴点香油进来。这是那个香油，芝麻香油，哎，美滋滋。当然也少不了大蒜啦。哎呦，有这个香油的香味儿，好像这个菠菜用焯过水之后，滴上香油，放点盐，凉调着也挺好吃的。来口蒜，嗯。绝了，这碗面条真是绝了，这锅面条真是绝了。今天上午投了几个简历，没有回信儿，我也不知道为啥。今天上午有一个粉丝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呀，嗯，是一个销售的工作，电话销售。我觉得我可能胜任不了这个工作，所以说也没想去干这个工作。主要是我从一开始就不喜欢干销售。我毕业以后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汽车 4S 店里面做汽车销售顾问。那是因为我学的就是这个专业。结果在里面干了一个星期就跑了。我到底能找什么样的工作呀？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最后能找到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呀。啊，天天在出租屋里吃挂面，这不是我想看到的呀。今天上午买的这个西瓜，切开看看怎么样。老板，西瓜怎么卖？2块钱一斤。你嫌贵，我还嫌贵呢。你看现在哪儿有瓜呀？我有2块钱一斤，尝尝怎么样吧？闻起来西瓜味儿挺浓的。看起来好像不太行，这中间的这个瓤是黄色的，不知道吃起来甜不甜。嗯，挺甜的。就是籽儿有点多，甜，然后水分也是非常的充足。2块钱一斤，8块钱，这个西瓜4斤，美滋滋。傍晚，骑上我心爱的小单车，出来溜达溜达。可能南方的阳光照着北方的风，可能时光被吹走，从此无影无踪。可能故事只剩下一个难忘的人，可能在昨夜梦里依然笑得纯真。
可能北京的后海许多漂泊的魂，可能成都小酒馆有群孤独的人，可能枕边有微笑才能暖意清晨。